天给我爆锤了一把，现在要六我舞台了，敲啊，六舞台你敲啊。吓唬人！我操！真无彩，我信了，牛逼！谢谢老板。哎，不是我钻头的，我们要讲道理啊！闪现吃枪呗，神牛，没鸟吧？要不然这钻头能吃定。打到了就行了，打到了上个钻，上个钻都留给前锋。三个推进器，现在就推进器大户，有钱人消费就完事。我去不断，他们不敢出来。刚刚前锋带了四号机，可以去宰了。
好吧，我来杀这个。这个人在勾引我。再给他上个钻，就只有钻头他们才能老实。舒服了，才能输。不上钻头，浑身难受。那个人往木屋跑了，休息也不敢休息，摸人也不敢摸人。知道我有铲，让他预判我。操！居然有这个！哦对，什么？转个圈？前锋没自摸了，这家伙是真没自摸了，估计刚刚往右走了，估计在摸箱子。推进器杀手，这么多推进器都给我用完了，修电机干嘛呀？修电机。那就直接小手。如果再卡就不玩了，兄弟，如果拉锯再卡真不玩了，再信你一次。最后一次，还行。得正手，被自己卡住了吗？兄弟，你有点凶的，我卡我自己。跳啊！你有什么不敢跳的？啥都跳啊，随便跳。哎呦，他死在里面就好，压死。对。哦，撞了！哇！这个是大副，大副的他开了，佣兵的他没开。我肯定是大呼救，
一刀他走不了。也跳出去，来跳回来，来来来。这个墙谁帮我推的？有点好的。谢谢了，我右手边是大夫，过来捡个推进器有点少，捡个钻子，然后赶紧压过去装一个。可能不救了这个人。操，这个女生。啊？大哥，你没有圈啊？你带的弹射吗？就跳下来呗，兄弟！你在想什么呀？你在想屁事？哇 ！Double 快乐！我的天！好起来了，生活，生活好起来了！我的天！这才是真实的运气啊！哎，我操，卡我死角！这他妈的才叫运气啊！这才叫运气啊！我的天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要他妈的运气啊！直接打，再打他一刀好了。别跑，别跑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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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哎呦，我蛛丝放错了。哎，刚刚这个蛛丝。我小了就好。别抱。身上有蛛丝，他拉球很慢的，拉球减速，走路的走动。因为海带球，那个人过来就吐他一口一刀，应该大概可能也许他救不到人。好吧，当我没说。当我没说。好。哎，对，哎，对，哎，往这跑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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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。哎呦，我操，这个人没灵性啊！哎，对，来，来，来，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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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对，对，非常好，哎，非常好，哎，非常好。哎，非常好！哎，我操！哎，非常好！你还起来？长得跟人一样。不是起来了，没死。对啊，有道理。这个人有正常量，差一点掉下来了。应该挂佣兵的。哎呦，怪事！这个。让他们有希望了吧？粉碎希望，希望粉碎了就是我。小淘气，方方面面的。哎，没不到呢。抓佣兵，佣兵没自摸，跑哪去了？这狗贼。是不是在这儿？我想，你好像醒起来。
哎，小板子吃的，傻子吧我这是。哎呦我操！算了算了，因为把电机开了就爆了。真开啊！吓我了！哎，还有点难搞，我操，被他盖了一板。假装哎走掉，使得回来哎走中哎我再回来哎我去抓他喽，抓他喽，真抓他喽，哎中，哎，我挂了，我挂了，哎，挂了，哎，不挂了。哎，走了。我们反正没有末班车了，我们这耗吧。走位哎，贼得很，小伙子。你走位走位，没有没有。他那是摇下来的，但是他不想动了。